身心灵的深度的洗涤。那我非常的感谢老师啊，老师能够把这个超级生命啊这个系统呢带到我们亚洲，带到台湾来。那这九年来帮助了非常多的全世界的超马家人以及无数的家庭得到幸福。那如何得到幸福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呢，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呢必须要进化。那如何进化？听老师的咨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所以以前住在忧郁症的时候呢，我没有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歌曲可是呢，我也是听老师的歌。那冰淇淋院长的弟弟啊，他听因为有太阳他每天想要死啊，想要自杀，然后忧郁症，所以说他听了因为有太阳之后呢，从此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各位可以得见老师的歌曲的能量场有多么的强，所以老师给我们非常多的好的方法。那在这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里面呢，它里面有几个心法，九个心法。所以大家在看这个书，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吗？有，我们请新朋友先站起来一下，让我们欢迎你们。启动生命奇迹，
生命的智慧与宁静即将一一被展开，持有本书能量，生命即已圆满，心中拥有密码之钥，解开所有的难题。浅显易懂，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力，并与事事如意。作者太阳负责老师。好，我们请越来越有智慧的倩妮来帮我们带大家认识我们的大章长太阳圣德老师。作者简介：太阳圣德老师主修电机工程，现旅居美国，自幼习学宗教真理。14岁时由爷教入门，开始几十年的心灵追寻之旅，涉猎包括佛、道、儒、烟、密。2005年奇遇恩师 Brent 君，开启了灵性管道，超越身心灵疆界的樊篱，使其灵性层次有了突破性的跃升。近年来致力为人们解惑，提升心灵素质，是位深受敬重与信赖的身心灵咨询导师。在身心灵领域著有多本华文和英文书籍，读者遍布全球，其在世界各地无数次巡回演讲中举办各类主题的培训课程，皆受到广大的回响，无数人因此扭转了命运，获得真实丰盛的人生。目前为边缘文化咨询顾问机构负责人，美国催眠师协会认证催眠咨询师，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感恩。那我们翻过来呢，这边中间有一行小小的字，中间呢有一行小小的字，这边我们大家一起读：恭喜大家的心理将随着你的这次逐步收入而收获万千，加油。写着你必须拥有并贯通这本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读这本书可以收获的人生的所有的圆满，也就是导师给我们的祝福。那只要我们愿意心门打开，如法实修，我们喜乐丰盛的人生呢就随之而来，我们就能够圣凡如意。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导师呢给我们所有的祝福。如果你想一生拥有一切丰富成就，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安自在，被病所苦，事业工作均能顺利合理，财务自由万事具足，生活富有心想事成，婚姻爱情随时甜蜜，贵人显现难题有解，不再被任何烦恼折腾，远离小人的各种毒害，跳脱任何或困窘，自由享受天地之爱，家庭幸福，儿女成器，居住环境适中，平安吉祥，邻里友善，社会和谐，世界无灾，天下大太平。这些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是。那我们自己啊，心里面暗暗的打一下分数，哎，这每一样呢，我有几分？好，自己下去做一个评分，哈，不用告诉别人。好，然后你可以自己呢把它偷偷的写在你的这个这一行字的后面，然后呢再过一年两年三年呢，你自己再去看你的进步有多少，好，自己做一个评分，那你会发现呢在超马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殊胜，像我自己就觉得分数一直一直的在往上升，那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好，那接着我来念一下推荐序文，大家来听一下哈。推荐序文这边呢，有一位罗建福师呢，他说呢，这个书呢读过之后发现，不是一本宣扬任何政治或宗教的书，而是一本先知们向地球人呐喊及如何躲过未来大灾劫的工具书。所以现在地球上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要如何躲过这些天灾人祸、这些灾难？这本书它是一本工具书，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哈。再翻过来，我的是第三版的第四页哈，在第三行这边，导师在书中呢教导大家练习什么心法，
不断重复将什么爱跟感恩落实于日常生活中，让神经区域间的连结发展成稳定的神经回路，在大脑建立起爱跟感恩的神经回路。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要幸福，唯有将爱跟感恩带入我们的生活中，带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人生才得以幸福圆满。好，那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告诉我们，而且除此之外，爱跟感恩的神经回路也会如同天线一般，使我们更能够感受到天地所给予的恩泽与能量。所以我们要如何的练习爱跟感恩呢？同学们，请问一下同学们，我们要怎么练习爱跟感恩？我们的香珠姐姐，我们要怎样练习爱跟感恩？你忘了你之前说的秒秒感恩不是口号？对，还记得吗？香珠姐姐非常有智慧，我记得她那时候喊了这句话之后，我很让她很就是共振，就觉得哇，这个有智慧的姐姐，秒秒感恩不是口号，我们就是要落入我们的生活中。请问一下我们的同学啊，我们要如何练习秒秒感恩？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口号，它是要落实。
师已经为每一本正版的超级生命密码装上成就的自然加持，书中提及的诸多心法，老师已无私的跟我们分享。所以呢，刚刚说这里面有几个心法，九大心法啊，每一个心法都能够让我们呢能量满满，爱的能量充足。好，接下来第十一页这边第二行，由于书中的诸多观念与方法在临床上威力无穷，殊胜结果令人啧啧称奇。这本书已被美国加州中医学会列为中医在教育的选修教材，所以说，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的棒哦。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本迈向幸福的工具书，而且呢，这本书呢能量满满，能量满满。所以我们拿到这本书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哦，千万不要像我三年前这样痴呆痴呆的拿回来就把它放在地上一摆哈，这是一本法宝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请那个倩玲来为我们分享，来，我们掌声热烈欢迎倩玲。没有套招了，他不知道我在讲他哈，吓一跳。老师好。真的，我会幸福哈，其实真的是一种神经回路的健体哈。刚刚那段我非常深有同感。像以前，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我面对事情的时候会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回路是不对的，是逆转的。碰到事情一定是都别人的错，一定是别人说不是我的错，别人负我，所以我委屈哈。别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以前哈也是这种痛回路的哈。当时有一段很痛苦的事情，那可是呢，进来超马以后呢。刚开始我们知道了那个道理，对不对？可是要去实践嘛。那刚开始一定是觉得怪怪的卡卡哈，毕竟这样走已经习惯了，你要这样转过来其实有点难度。所以导师说呢，要借假修真。那刚开始真的是假假的哦，不骗你，我现在都感觉得到。那他说你哈，你心里并没有真的，你只是在忍耐而已，你心里并没有认同我讲的话。我心里就偷偷想说，他怎么感觉得出来？真的，他感觉到我那个时候心里其实。真的我是不平衡的，我并没有说真的说，是内心打从内心对他对我的指正啊是接受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借假修真的阶段，其实这是一个阶段性。可是修着修着修着，当你这个神经回路建立久了以后呢，它就会走得很自然。那后来呢，我慢慢的发觉说，我先生对我的指正其实是对的，老师你有这样讲。包括一些室内的整齐，或是动物归园啊，什么等等，那很多的习惯其实是他讲的是对的，只是以前的我很大，那或许也是他口气并没有那么好，或许也是他忍耐很久，所以他讲话口气不好，他觉得我要用这样表达你才会接受，才会感觉比较深刻哈。那所以诸如此类种种点点滴滴，才会造成说那几年前，我的心情并不愉快。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是在大家庭里面生活，我们有三个妯娌，大家都跟公公婆一起住嘛，那问题就很多。那当我的回路建立不正确的时候，那就是越走越狭隘，那走到后来像自己被自己这样网住了，我很痛苦，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能呼吸，我每天都觉得我被这样网紧紧的罩住，这种感觉非常的强烈。可是真的很感恩，106年的年底，我妈妈就是先参加了导师的那12月20几号的课程，两堂课程哦。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很奇怪哦，我的心情变好了，因为那之前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走了，突然走，所以我妈妈大概2年多快3年时间走出，那常常生病啊，我都要赶回来过去陪他看医生，然后常常安慰他，可是我们子女的安慰呢，并不能抚平他内心失去伴侣的那种痛苦啊，说真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妈妈跟老师就那样的两堂课程。他的新的负能量场，他的能量场被提升了，所以他说一个礼拜后，我突然觉得说，看到你爸爸的照片，我觉得好幸福哦。爸爸那样子，你就说我爸爸对这个家庭这么负责任啊，这么爱我们啊，他给我们一个很安定的家，那家人又真的非常好，所以他很感恩他的照顾，他突然变成是对他的祝福，痛苦变成祝福，我就觉得很特别了，所以我也进来超马学习，进来以后发现真的，这是真的。我就觉得我也找到人生的感觉。
灯哈，所以我跟我妈妈两个就一直在这里面休息到现在。当然这过程呢，因为每个人的习性不同，我也有贪嗔痴慢疑障，啊，我也会疑，然后呢，我也有听到一些杂音，所以我就在这路上，我也是这样看着看着，走着走着，学习学习的。可是我觉得其实就自己慢慢验证，给自己时间。我觉得《弟子规》的里面的道德观念是真的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老师说的爱与感恩、不计较，哦，也是很重要，也是幸福人生的准则。所以我觉得说，所有的疑惑就在我自己在这里面，常常接触精英会，常常听老师，特别是老师共修课，他的那个讲解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入心入理，说真的是很详细的解说，而且都是在我们生活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随时发生的事件来解说。所以我觉得说是这样子一路下来以后，哎，我真的我觉得我生活慢慢改变。其实特别是我最关注的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哈。从一开始他非常反对，到现在他还可以说，哎，你今天下午有课，就有课，我说对，有课。然后现在呢，从不能在他面前发出到偷偷发出到后来，你在他面前发出也可以的。哎，我觉得这就是我努力慢慢慢慢进步的生活。那我当然是最希望说，我自己能够修再修好一点，然后让他也有机会愿意进来这里一起学习。我觉得夫妻同修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邻里一起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家庭一定是最幸福圆满的。对，所以我是说，希望大家新来的同学啊，千万啊一定要跟紧哦，要像我一样，我抓得很紧。即便我心里有疑问，可是我抓得很紧，我就是一直过来这样子。我觉得说，在超马真的很幸福，我真的很幸福。然后我在家里面整理的那些问题，我也没有。然后面对家里面公婆的一些问题杂事哦，同样的事情，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不要争，不要计较。老天爷都会帮你算好。我们真的只要有福德，德智良厚的话，该你的就是你的，你就享受得到。好，否则你用尽心机，争来的东西你未必用得到啊。所以我不如这样把心放宽，轻轻松松的过日子，跟大家和好相处。其实这才是时时刻刻都要有的幸福。好，祝福大家。非常非常的棒哈，他越来越有智慧。然后呢，现在跟公婆啊，跟妯娌之间的相处，还有跟先生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圆融。那我想要请问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你们觉得人要幸福，如果跟身边的人都相处得很好，这样是会越来越幸福？是是哈、哦。可是呢，像我以前啊，我跟我的家人处得不好，然后每大家又多少感情疏远了哈。然后你看我看你，我看他比较不顺眼，然后就会这样子，好，来来回回，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爱与感恩的回路，我们是在那个不爱跟不感恩的回路，所以就越来越苦啊。那现在我们把它练习到是爱跟感恩的回路，现在我觉得说哈，可以身为人真的很幸福哎，而且我们可以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无比的无限的幸福跟荣耀。因为呢，我们有这个福气，各位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呢，都不是偶然的，我们都是千年有约，千万年有约，你知道吗？真的哦。所以说刚刚倩说的非常好，我们一定要呢，好好的去抓住这个系统哦，不要放手。那因为刚刚我们说这本书是一本工具书，那它同时也是一个改造生命工程的一个工具书。那既然是要改变生命工程呢，它是不是一天两天都可以做得到？不是哦，它要一点时间哈、哦，所以要给自己时间哈、哦。这个这么棒的系统，大家呢一定要把它深耕啊、哦，一定要把它好好的研究，不要入宝山哦，空手而回。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导读呢，我们是导读到超级生命密码的后记哈、哦，我们先读到给灵界朋友们的一封信，在我的是第三版哦，是在237页的、哦、给灵界朋友们的一封信。那我想先请文君，哎，请文君来为我们导读两段，第四篇也找到。写给灵界朋友们的一封信。新版237页第
们请文君带着大家一起来念哈。亲爱的众灵前贤，不论你是神灵、仙灵、山灵、花草灵、鬼灵、动物灵，我们一直在地球舞台朝夕相处，共同生活许久。这片土地有着我们熟悉的各种回忆，这个地球修炼场有着我们欢喜的种种气息。曾几何时，我们地球所载的负能量令人忧虑，问题的严重性比那宇宙计划的设计的论，而且时间点并不是冗长的未来，而是现在。其中的责任绝对是地球上任何一份子必须承担的，当然这也包括了你。毕竟如果我们没有迅速把握好扭转的时，到时谁也别想跑，那被宇宙锁定的人事物精细与准确度保证决定也弄不清楚。我不知道你可以接收最新的宇宙讯息到哪个层级，但这不代表你现今无法得知，就意味宇宙尚未安排运行。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一个重要思维，就是宇宙高层在执行时绝对是无声无息，直到信号落在你身上，但真是如此发生就已太晚。而且很少能在执行时讨价还价，经常都是不啰嗦的彻底完成。所以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灵必须要特别重视这次落实点上对我们未来千万年想的深远。过去几年，好，到这里，好，到这里哈，我们先导引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吴君为我们分享他加入苍茫之后的喜悦跟感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君。好，蓝老师啊，桃园的苍茫家人，还有土地线上的苍茫家人，大家午安。午安。我是文君。我加入超马目前八个月，然后呢，我真的就是听话照做。我最近这几天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受，就是，前几天我在跟一位长辈在聊天的时候，这个长辈呢，我跟他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没有自信，就是很自卑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的一句话，他可以让我一整天很不舒服，然后情绪上上下下，就一直这样持续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就听超马家里有些人就是做那个点对点的忏悔，因为你跟他就是，我觉得就是能量场的不平衡，还有能量场低落。你碰到这个人，可能你跟他前世有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你在这一世，你前世的戏还没演完，所以这一世又遇在一起，然后又继续的演，然后我就做那个忏悔心，那个潜修步骤一二三，就真的这样。然后我对他忏悔，然后我也对他感恩，就这样子，应该有一两个月吧，就这样子。然后昨天呢，前几天，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发现，我跟他对话可以很自在，然后我完全不会受他一句话影响，我就觉得我能量场提升，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很开心，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如法实修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之前我在做那个潜修步骤一二三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嘛，所以你不是很熟悉，你可能呼吸法不太确定怎么做，就会去询问一些超马家人，然后我就这样子很落实的就这样到现在。然后这是我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心得，还有一个心得就是我的女儿，应该想说小朋友会有什么嘛，对不对？我这个女儿应该说她比较难照顾，她不是身体上有什么不健康，只是说她的心里很没有安全感，非常没有。哪怕你在旁边陪着她，她都觉得你
要跟他一整天一直讲话，一直陪他，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后来呢，我就想说，好吧，就带来基金会，然后还有带去导师的那个15、16，还有15、16，然后还有上次的那个网络共修，然后我就可以说，老师不是会带心法吗？我就说，啊，小朋友，那你就坐在那边，大家闭眼睛，你就闭眼睛。他就说，妈妈，我会睡着。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睡吧。直到上个礼拜六的网络共修，他就这样跟我们做心法，他小一，然后他就睡着了。结果后来隔天的时候，超马家人看到他，有些人就是超马家人认识他，他就觉得他的那个气色整个亮起来，因为他之前就是虽然是小女生，可是觉得她的气色很不好，很不 OK，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然后我就觉得她现在比较好教，尤其是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睡得很安稳，因为她之前晚上睡觉会莫名起来，就坐起来，然后就会很难过，然后就会哭，然后我就问她说你梦到什么，她说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对我来讲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然后，我还是要说老师的如法实修，因为只有这样，然后你做科学实验，你才会每一天每一天，你就觉得自己都有在进步，都有在成长。当你心很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幸运的事情就会慢慢的就这样靠近你，因为当你能量想提升了嘛，对不对？好，这是我的心得，谢谢。文君呢，文君呢，他真的是简单听话照做哈、哦。那来到这个超马系统呢，导师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导师很清楚呢，超马系统所有教的方法工具都可以让我们人生改变，让我们的人生更幸福。所以为什么导师不厌其烦的在每个礼拜的共修课都要我们简单听话照做，如法实修？因为他就是知道，他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透过呢这一些呢所有的13项功课，让我们的人生得到更好的圆融，然后得到天地的祝福。所以呢，只要你愿意心门打开，那我问一下同学哦，你觉得你现在心门有打开的举手，后这一下。好，请放下。啊，还没有举手的没关系哈、哦，其实要打开心门就是1秒钟就可以了。什么叫做心门打开？就是你全然相信。好，既然坐在这边了哈，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我就是全然相信哈。那像我以前有那个疑，有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我的疑心很重，所以我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为什么在这边我们要分享？就是希望所有的人跳过那个有没有不该花的那个时间，很可惜。好，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幸福啊。那总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进来这个教室之后呢，就可以把那个幸福接住。可是如果心门没有打开哦，那个爱的能量有没有办法哦进入哦，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哦。所以敬邀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哦，一定要心门打开。好，那接下来我要请坐在我右边的这位美仪小姐来为我们朗读下一段。你可能已说，你可能看到先进各地的现象。
地球啊，就是以后会有很多的灾难，但是呢，一秒钟把爱与感恩带进来，这些灾难他们都不见了，这样是很幸福。是，那现在已经没有分了，没有分说，哎，我家住在桃园，你家住在台中，你比较远，啊，我比较近，就有事你没事。现在不是，因为现在是地球村，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因为我们都住在同一家，哦，我们都住在同一个船上。那现在我要请美仪来为我们分享，来，我们给她热烈掌声。
之前我要参加活动的时候，他又给我起床，然后我又不能去。后来我就听我朋友的话，去参加了6月15号的导师的音乐相会。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孙子好像好了，然后他自己他也会说，我没有气喘了。所以说我们，你说这个超马家人不好吗？你也不能说哦，在我身边就是有很多的贵人也好，也有很多的见证，还有天地给我也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在我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分享过。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本来是6点半我要出去买早晚餐的时候，那是我的固定时间。可是呢，那一天就真的好奇怪。说真的，我也没有那么认真过那个听弟子规啊。说真的，我突然间又很想再听一遍，听到了6点45分，我想已经很晚了，要赶快出去了。没有妈妈，她的肚子会饿。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我们家楼上有人在哭，又叫又踢门。那我觉得是小朋友，因为楼上有一对兄弟也会吵架，我就没有去理会他。但是如果今天我照我6点半出去是很危险，因为等我出去回来买早餐，我买晚餐的时候其实是楼下有可以买的，我居然坐着公车到外面去买晚餐，回来就是1个小时之后，我走进我们的社区，社区的那个阿姨就告诉我，你们7楼之2拿刀子杀人，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出去了。结果等我上去的时候，看到地上都是血，可是我出门的时候明明没有看到，可是我回来看到地上都是血，他跑到8楼去，把人家的那个用割的自己全身都是血哦，然后用手去抹人家的墙壁，抹的全部都是。然后他们跟我说，你怎么会没有碰到？我说我真的没有碰到。如果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多听了蔡宇勋老师的弟子规，还有在听老师的歌，我也延长了那20分钟出门，我一定会跟那个邻居碰面的。因为他有拿着刀子要刺8楼的小弟弟，所以我知道如果当下我没有天地这样照顾，一定是一个冲突起来，可能受伤的就是我。所以说超马进来或许还有很多的印证，是我们自己要去怎么讲。我是觉得天地真的给我很多，或许在某些事情是还没，但是那也是自己还没有一步一步做好的。可是毕竟在我的生活上，还有一个分享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去见我的朋友，那个朋友呢，就是这也是要看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些意见。因为呢，那个朋友他以前做过投资，那我也是给他400块美金，然后他因为很老了，我很早前跟他说那是诈骗集团，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钱给他，我也不知道。那我昨天陪他去见那个要跟人家谈那个钱，然后那个人知道我要去哦，他就骂他，你为什么要让他跟，免得到时候我跟你讲条件，要教你怎么处理，他会插嘴，他说的人是我。我就跟我朋友，你告诉他我不会骂他，因为我姐脾气很坏，他知道我要是听到这个一骂，骂得很厉害，所以他就让我去。我就跟他说，你跟他说我不是要去骂他，我要送书给他，或许可以帮到他现在这个困境中可以去找到方法。结果我就跟着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在谈的时候，他的是80几万，我的是12600块的，我有400块美金，我那朋友是80几万。然后他看到我去，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要讲，反正他就是讲说要再用一个圈套给人家再跳进去就对。我告诉他，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这么做了，因为我们有小孩，如果你去上了太阳圣德老师的课还有古书文，你就知道你不能做坏事。没有的话，你看你有孩子，现在是天收之年哦，你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讲我那个朋友，因为他是我们念经的人，他很生气，当他在肯德基就把我骂得很惨。你不叫他念经，你拿他什么圣德？那个是送七力吗？我真的办不到。我说我们老师很厉害，他不是送七力。那你呢？你
它丢掉，那是可以救你的。他说没有啊，我收到我都不知道，就不用就去垃圾桶了。结果他那一天，他看了之后在那边翻翻翻，我跟他说哈、哦，遇到困难大家都会有，你一定要去我们的读书会，只有他可以帮得了你，不要再骗人了。因为投资这种东西，你不是你一句话，大家都是辛苦拿出来的钱，可是也是大家的汤。后来讲讲讲，他好像有软化了。他说好，那我会去跟你去读书会听听看。这本书我有兴趣，就是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那讲完之后没多久，他一直在讲，就是我不还你们钱了，我也没有能力。可是他是住豪宅哦，因为他觉得你们钱给我，我是拿给上面，我为什么要还给你？我说没有关系，你先看完书，你再来看到怎么处理事情。我们讲完之后，我走出了捷运站，跟我那个朋友走出去之后，那个家风他就说，那个梅姐，那我先还你跟阿姨好了，可是呢，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就跟我朋友说，是太阳镇的老师厉害，还是再继续教他念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事情哦，要靠自己的智慧了，已经不要再，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执着了。我苦到这样子，其实我的命没有转念，我念了二十几，快二十年的经，我的朋友常常在提醒我，你不要再犹豫了，因为我那阵子都是在犹豫的。后来我看我的女儿，我们是单亲家庭，我很早的时候我老公就死了，看我的女儿现在是单亲家庭，我说难道你还要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以后都是单亲家庭吗？我们就是没有赚的，就是要跳的，就不要再执着了。所以我现在希望说，我带着我的家人进来超凡之后，我们能够转变给大家看，我们没有走错路。谢谢大家。好，感恩老师有说的，我们去分享超凡呢，我们给对方三次机会。好，那因为在不同界面、不同频率的时候呢，你们说什么，也许他没办法接受，或者是他现在的状况呢，非常的好。不一定好，那因为呢，人是这样子啦哈，通常啦哈，像我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怎么样？如果我没有之前的遇到那些事，叫我来休息，我会觉得，不太可能，你知道吗？隐形后面哦，所以人呢，老师说会进来超马系统，就是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具有大智慧的人，第二种人就是像我这样子哈，虽然我已经小咖了哈。可是我当时也觉得很苦啊，就是苦很苦的人进来了。所以说我们呢，就是人生啊，就是这样子嘛。哈，像我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来超马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要幸福就是真的要修行。那为什么人生会碰到这么多事呢？为什么呢？刚刚美仪这边讲的非常好，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贪嗔痴慢疑嘛，对不对？其实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不好的习气，其实不好的事情要找到我们还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贪念起啊，我们才会跟他有一些交流嘛，你的钱才会跑出去嘛。好，那我自己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超马不是公庙哦。我们会不会因为来超马参加读书会之后，我就一帆风顺，然后我的开心后悔啊，会这样吗？不会哦，哈，来超马这边参加精英会，我们是要学习的。好，那这里不是公庙，老师教我们的是我们要以德为本，就是我们要学习弟子规，就是真的以弟子规为我们做人的规范。所以要成佛道，以前我们在宗教系统啊，我们都想要成佛道，有没有？好像成佛，我要成佛。可是我们现在人住在哪里？我们住在人道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是住在人道啊？所以要成佛道之前，要先成人道。好，所以来操嘛，老师非常的慈悲哈，他让我们就是学习弟子规，所以我们要一门深入啊，长期欣喜啊，好，所以说来到这边呢，真正可以改变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修正我们的习性哈。好，那我们非常感恩美仪的分享，我们再给他热烈掌声。那我们也不要去跟人家争了哈，因为去跟他争啊，他就开始乱讲话了啊，就会造很多口业啊。那我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无色柔无声哈，然后我们好好跟他沟通这个好的讯息。好，那接下来，我们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礼拜天呢有一起到台北参加分享会的，我们举一下手来。
去哈，哇，好棒，好大，都好幸运。我请问一下，那天有感觉能量满满的，请举手一下。有哦，好，我们那天呢、啊，我们是不是刚好都坐在前面？有没有觉得哇，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感动啊？有没有人想要分享？好，中国人都比较客气。哎，我前面坐了一位来自我们国外的朋友，您国语听得懂吗？大概都可以哈。那我们掌声欢迎。充电哦，共振。
负面的，他偏到负面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在处在这个天地宇宙间，它就是一个吸引力定律，同意吗？同意。同意吗？好、哦，那好的，我们的想的是好的，我们自然而然吸引的就是好的。那我们想的是爱与感恩，我们吸引的就是爱与感恩，所以这个很重要。好、哦、好，接下来还有吗？灵命的洗涤，灵命的洗涤哈、哦。那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同学们知道吗？你的胃在哪里？不在这里哦，来，比较靠近左边一点，右边是肝脏，好吗？我们这边的肋骨，对不对？右边这边是肝脏，左一点这边是胃。那胃的后方是脊椎的前方有一团气，啊，那团气就是我们的灵魂。啊，那因为在西医呢是照不出来的 ，X 光照不出来，因为它是一团气嘛。那这一团气呢，它影响着我们这一生呢所有的。会碰到的人，碰到的事，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灵魂记忆体，它比我们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录影机还要厉害，不用插电，好方便插电吗？而且呢，你每一天它跟着你24小时，那我们活了几岁这一生呢，它就跟着你多久。再来，你还有生生世世的，通通都在里面。所以每一天啊，我们会碰到的人，碰到的事，人事物，通通都是我们自己招惹的。因为刚刚有说吸引力定律嘛，啊，所以说很棒哦，我们要来洗涤我们的灵魂，如何洗涤？张珠姐，你要问是不是？好，稍等一下，张珠姐要如何洗涤？洗涤就是把《弟子规》每天都看，它就是融入生活，爱与感恩。好，非常好。好，那再来就是导师了。我刚刚说这书里面有九个心法，对不对？用步骤一二三。好，每天的步骤一是什么？Thank you.
又提到生命密码的开始哦。生命密码是什么？爱与感恩。与其踏破铁鞋觅仙丹，不如身上一丝光。重点哦，所以我们想要健康，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是。有的人说我不要。不要。铁链青蛙吗？好，大家都想要，对不对？对。那我们要不要每天好好做心法？做心法，刚刚说就是让我们接受太阳的能量，让我们的身上有光啊，有光，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健康，甚至我们人生想要的可以不求自得。香珠姐，换你分享了，来，热烈掌声欢迎香珠姐姐。刚刚一来的时候，就有人推荐说一定要请香珠姐姐来分享啊。她这次呢，也到了。我也搞过别的系统，哦，但是就是也没有解决到我的问题，因为之前都有听过我的体验了嘛，哈。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系统啊，常常我都会好像呼吸喘不过气来，就好像有石头压住这样子，哈。那自从我学了弟子规之后，啊，老师也有讲要解五轮，好。那以前呢，我是。我养父也跟我的养母跟生母吼是结对房财啊这样子吼，所以说他说要报喜对婚这样子吼，啊，结果他说我妈妈就说那久了你不还我怎么办？我那个养母就说没关系，等我生了我再还给你，结果没有还，所以说那这样子日子这样过来吼。那我爸爸就为了安慰我妈妈，就说没关系，你孩子送人没关系啦，长大还是要嫁人。结果我就对爸爸产生一个怨恨，心就是有一个怨恨。所以说，当我读到《弟子规》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烟雾不是这么不重要，而且我对那个生父跟生母都不谅解。那我进入超房没多久之后啊，我就。梦见我爸爸，哦，拿了一个那个扑克牌，我想说，哦，他们那边的扑克牌跟我们的扑克牌不一样，哦，结果我到了教室之后，啊，我刚来的时候是没有抽牌卡，之后有同学叫我抽牌卡的时候，我才看到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爸爸是拿那个是牌卡哦，哦，是叫我要修好，因为我修了超好才跟他谈的，因为我有跟养父跟养母就是生父跟生母有过跟他谈的过，所以说自从这样之后啊，忏悔之后啊，我爸爸那个牌卡给我之后，我那个石头就这样掉下来了，所以我现在我也在感觉到说呼吸上有什么，就是有重重的那个感觉。就是如释重负，好像石头掉下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超马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妙不可言。就以上就这样子，把宝贵的时间让给别人来分享，感恩。好，掌声！我们感恩香珠姐，真的非常有智慧哈，就是妙不可言哈，要自己下去体会哈。那刚刚香珠姐有提到说，当时呢，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一句话或一个状况，然后呢，会让香珠姐的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是不是？若是我也会，对不对？那让我修过啊，来哈，哎，那你搞不好不能出题啊，来哈。可是这个爸爸已经讲了，他根本就忘了。可是我们呢，把他抱住，而且抱很久了没有？我们通常人是这样子的哈，我们都把人呢，就是那个想法都留在那个不好的地方，而且黏住。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是因为灵魂记忆里面记住了，然后我们没有把它清除。啊，没有清除的时候，它就一直来。然后我每天越想越恨，越想越恨，那个不好的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为什么要用步骤一二三来清除这些不好的这些灵魂记忆里面的东西？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哦。现在香珠姐姐呢，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开心了，你有没有发现？有。越来越有智慧了，我们再恭喜她。超级生命密码呢，它是一个真实。
无需的系统哈、哦，那就是要大家呢下去做科学实证，好、哦、因为导师呢非常的谦卑，我活了50岁了，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棒的名师，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我在心上嘛，这样功德数，那才有用。你偶尔去
堆积垃圾赚功德，负能量堆积人不孝不德，这不是他要的。所以功德的真真假假要有智慧去分解。我终于明白这其中的差别了，导师这样解释好清楚。我再强调一次，做好事都有功德，利益众生的事就是好事，只要做利益众生的事就会有功德。好比说剪纸片纸屑也是好事，但是负能量有没有时间等我们剪那么多片纸屑，那是由他来决定，不是我们说了算。捐钱给孤儿院和养老院也是好事，但是负能量跟你了结恩怨，这些方式累积功德的速度太慢，负能量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好事都不能满足负能量的所好，那怎么办呢？你可以问负能量，如果在超级生命密码里注意疗愈权利或签名之约，来提升人的灵力，好不好？99.99%，他一定会说好，因为他比你清楚在灵界里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不值钱。就跟你吃饭一样，你会选择有营养的食物还是垃圾食品？他在灵界看你做什么好事，他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他一定会愿意。原来要提升人的灵力，这样的功德他才要啊。是的，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疗愈权利和签名之约颇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系统里面那么多人，不管是注意流通或解说这两本书，对于跟负能量之间的解套都会觉得分量十足，用得上力。今天全世界许多人因为用这两本书行功立德，扭转了今生的命运，获得美好幸福的人生。如果这两本书没有天地的允许允诺，就算他说 yes 也得不到功德。他得不到功德，他就会找你啊。原来这两本书是经过天地认证的，难怪负能量会拉你。是的，所有人用这套方法都管用，代表负能量买单，灵界认同。在天地的眼光里，人可以自我疗愈，把世界变得更好，当然他就会认同。人要能够提升灵力和智慧，而灵力提升，智慧也才会提升。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帮助人提升灵力，对于天地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导师，有些人在经济上有困难，没有办法花钱助力，怎么办呢？没有人说做功德一定要花钱。佛家说布施分为财施、法施、无畏施，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做就对了。注意也好，流通也好，讲解也好，只要你做通通都好，就怕你不做。经济有困难的可以发愿流通或讲解，那想助印的人怎么知道要注意多少呢？你所发的愿必须要数字化，你的负能量要的是功德。你说要念经或是咒回向，先去了解这些功德能不能改变你们之间的恩怨，这要有买单的负能量说 yes 或 no。 所以是由负能量决定发愿的数量。是的，负能量最大，因果最大。如果说 yes， 就代表你跟他的恩怨愿意在当下了结，所以后遗症就不会出现。他不说 yes， 你说 yes 没用的。今天你要怎么发愿，是你要和负能量好好沟通讨论，这一切是你智慧取舍的问题。主持人好，还
样子，一些认为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我一个朋友两年前就跟我讲，他说你一直听他，因为他也在修嘛，他有在学一些他看了非常多的书，甚至基督教的嘛，或是佛教的哈，或是那个释迦牟尼的，他几乎都全部都看遍了。他就跟我讲说，人啊，还是要把人做好，就说先把自己先做好，就是你要修这个道。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想，怎么可能啊？你一直看那些书，怎么有帮助？你还是要靠自己。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我那么多年来就是也是非常的努力。可是你知道，我们是有赚到钱，可是很快的在别的地方好像无形中不晓得怎么花就花掉，又流掉了。所以一直在人生当中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所以呢，我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也看到这个书，我很喜欢，是因为它没有受到比如说像有宗庙啊，要去到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寺里面，什么庙里面有没有？我们一般人是进去以后，我们的想法就是说，里面有神明哦，我们就会尊重一点嘛，心里面就会感觉说，来到这里面就是对自己就会比较严谨一点。可是有时候你想想，走出那个门以后呢，好像很多人又打回原状，有没有？就我行我素这样子了。所以我来到这里，我就是看到说，我们这个书，它不是公庙，完全不拘束的。那我也跟老师讲说，我们这里完全没有仪式，也不争什么你是师父，我是什么，完全没有。我们是讲求自然。而且最舒适的情况下，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我可以接受，好、哦，完全没有拘束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完全看自己。老师又说我们要用弟子规去落实到生活。我想想也对吧？不然很多人，我们是觉得说，我觉得我这样子就很好了，我也没去做坏事啊，我就觉得我很好了。可是无形中，我们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边努力了？赚了钱哪边又漏掉，我们一直都不懂。所以我们是不是人生当中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一直这样子。所以说我虽然说短短的来这边，实际上我是六月十五才参加这场的，就是在桃园的这一场的那个活动哈，我朋友帮我报名，我只是参加第一天的，第二天我没有报名。但是之后我就有一本，就是我们在导师的那本书，就是有歌曲的那本书啊，有住址，我是自己打电话去问，离我家最近的地方看在哪里？因为我对我这个很好奇，那我也翻了那本书，我朋友送我那本书这样子，我觉得我看了那本书，所以真的深深的吸引我，所以是我自己早上机遇会来上，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就整个就被它吸住了。所以你看我虽然说没有很久的时间，可是我已经看了很多书了，超马我是看了两遍我已经看第三遍，还有其他很多什么超级那个生活密码，还有那个因果的密码，好，还有那个修行密码，我说整个要看一遍完。可是看完之后你知道吗，看完之后里面每一个好像就深深的把你自己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心里面的爱障碍，一个一个把你挖出来，我才深深觉得说哇，这本书怎么那么厉害？我以前完全我都不自觉了，一辈子就这样子懵懵懂懂的过，不知道说有这个因果关系，好，有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我们有什么正负能量，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很正面的人啊，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是非常正面的人。我竟然还有那么多的缺失在这里，所以我那时候一进来我就非常的融入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所有的精英会，所以主要没有特别特别的事情，我一定不缺席，我就不要来，而且来到精英会这里，我会听到那么多的超马家人在分享，我就一直认定说，而且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而且因为我以前我也是有点剔剔。我不相信那个什么佛教的那些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去拜拜要拜。
每个年节我都要传那个菜旺，就是要到公妈那边去拜嘛，而且公妈就不在我家，在我大伯那边，所以每个节日好多，每个节日完了以后，还有我公公婆婆的什么生日礼呀，对不对？很多都要拜，每一次拜完，我那个大嫂就跟我讲，哎，必须要下一次，比如说现在中元节到了，拜完了要走，他就跟我讲，下一次是比如说中秋节哦，然后就九月重阳哦，他每次都会交代我，我就把日期记起来，啊，我就时间到了，我就要传那个菜卦，要去那边拜，啊，我也不晓得，反正就他叫我做我就做嘛，因为我比较小嘛，手里我是比较小嘛，我就跟着做就对了。做了他也高兴啊，这样就好了。但是做什么意义，我真的不懂，真的不知道那是。但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这样子，像比如说现在，我跟我先生有时候想说，我就跟小孩子交代说，以后如果哪一天我走了，不用那么多那些什么仪式都不用了。我先生还说，把我撒在那什么树下一点就好了，最简单最简单的就好了。对，不要再去。那些什么那个礼俗啊，太了，因为人就是一个追思而已嘛，没有什么。对呀、啊，不要太去计较那些东西这样子。可是当我进入超马之后，我真的是整个人，我觉得带我往一条我前面的路，我已经找到这一条路了，而且我觉得很踏实。而且在这里呢，我先生是很替地的人哦。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我想过我很融入嘛，我每次都来，他就说你是走火入魔了，他就在笑我说你走火入魔了，我也不想多讲，我不想多讲，我就做我的，可是我做的是对的，我在看《弟子规》啊，这是对的吧？他也看到我念读书啊，我说弟子规我在念啊，我说我们不是背背而已，我们还融入生活这样子，我说做这个事他应该不反对吧？可是他到一直跑之后，他也被我感染了。后来我只是慢慢的跟他讲，我也拿了一个淡淡机给他，他也在听，他现在在听。好，甚至于那天那个我他还跟人家说一下，开始了他说，因为他是我儿子很听我的话，他就先跟我，你不要跟我儿子讲，他就先提醒我了。可是我儿子早就加入了。他只是在高雄而已，他是在高雄的，因为他是高雄，他在一个高雄工作嘛，这样子，所以他早就参加那边的节目会。我儿子，我是跟他讲，我儿子是蛮善良的，但是我跟他讲，因为妈妈哈一生这样子走过来，起起伏伏，真的很辛苦。那里面如果比较年轻，如果接触到这个，你更知道你的负能量，或是个起心动念，比如说同学啊、同事啊不舒服，跟你讲什么话，你马上就忏悔，你的负能量就可以马上处理了嘛。你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累积了好多负能量，现在才来一直消一直消，太辛苦了。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那天礼拜天哦，他也参加我们的那个共享会，因为他正好我回来，我就约他，我说。我们那个共享会，你要不要去参加？他马上说好，他说那天跟我去，他就看一看了很多人，说妈妈，跟我这种年纪的好像很少哎，因为他二十几岁了，他说好像我这个年纪的很像很少了。我说对了，我说你如果你现在来参加，你是很有福气的哦。我说你是有福气的哦，你就是，他说我就一路上跟他讲，他也很真的很贴心啊，也会听我的话。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讲哦，妈妈读了什么书，然后妈妈现在跟家里面啊，跟爸爸讲话怎么样啊，然后怎样，我就跟他分享。哎，我一听到我先生讲一句话，他说：“哎，你儿子要去学操嘛？”我想说啊，连我先生都这样讲，说你叫女儿也去操嘛。我说没关系的，慢慢来。我说慢慢，这样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那我先生也愿意他虽然说他我本来今天叫他来正好他有个门诊时间来不及这样，然后他现在在家里也会超忙，也会偶尔看一下，但是要看字就比较累了，因为有了点年纪了，所以他就看字就比较累。我说没关系，你就听嘛，
我没有办法听嘛，我也拿着课给他，就说让他听，跟他讲说在哪里在哪里，这样子他自己会打着听，会又打开来听，我也觉得说叫我们一很就是一家这样子嘛，觉得蛮开心的。我甚至会把老师的画像贴在我们家的那个墙壁上，他也认同，还帮我贴。我拿了两张，还有感恩四季句，我也贴上去，贴在我们家的。你我有一个白板，我就贴上去，还不够贴，放在墙壁上这样子。他也帮我贴这样子。我偶尔还听到他哼了几句那个感恩四季句，这样子。我就反正就不要一下子跟他要求太多，就是要慢慢的跟他讲。他如果有改变的话，他自己不行，他就会去做。对，这个要自己去认同嘛，没办法去勉强。所以我觉得很开心。那我也一直觉得很幸福。所以说，看到那个我们前面有这么一条路跟着我们走，不然之前除了上班回来，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很空，不晓得干嘛，就觉得说要干嘛，不晓得做什么。可是现在不是，都很充实，非常充实。然后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昨天我的朋友就刚那个这位姐姐叫什么名字？她刚讲的就是外面不是有投资那些嘛哈？我之前也有投资一些东西，那公司因为有一年的时间在停摆，那很多人就是这段时间没有在行动，就拿不到钱，就有抱怨。等到现在，很多人抱怨，昨天有人就来。处理这个事情，就那个很生气了，看他整个脸就是很生气哦，就这样气呼呼的就到我家里来，坐在那边就跟我讲，我看他这样子，我说干嘛生气什么？我说你生气可以解决事情，我这样直接讲，他马上就软化下来了，马上就替我软化下来了，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是怎么做。我说他把话插嘴，说你先听我讲。我说你听我讲完，你在那，我说你干嘛？你在那一副脸啊，笨在那里，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比如说你去银行贷款啊，或是什么，反正他就是说，他是认为他很有那个人脉的，他不管黑道和白道。都很有办法，人家办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信用非常非常不好的，他就有办法让你做到。他就是感觉他的人脉非常好，而且他也跟我讲，他说：“学姐，你知道吗？你就知道我的为人，我就是要叫你去处理。”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干嘛换成一张脸啊？你这样处理有用吗？你可以解决事情吗？”我就这样跟他讲过，他整个人就软化下来了，这样子。那最近就有接到一些，我也不客气，甚至有一个要告法院。我说是怎样，你人生就跟法院结缘啊，你就是这样子就能处理事情。那以前我就可能会顺着他，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干了超嘛，好像有那个能量了，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事就是处理嘛，不是用鼓励的，不是用暴力的嘛。暴力可以处理事情嘛，就会越弄越糟糕，对不对？我也是一直在跟我们的那个太阳公公，还有我们的天地，一直在跟他就是忏悔发愿，就是发愿，希望说我知道这些事情要赶快能请他帮忙，可以有一条路让你解决这些事情，真的很真的，最近就真的已经有好几条路出来了。我们也很开心，就开始要处理这些事情。那说，公司停摆的部分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因为他要去申请证照什么，一定要一些时间嘛。所以你在这段期间，你就是等啊，你去抱怨没有用嘛。所以等他处理好了，他就会公告给大家嘛。所以现在公告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路都出来了，都看到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应该很开心了，开始来处理这样子。就觉得你真的很棒，就是会越来越好，这是我非常笃定的，真的是会在超马里面真的太幸福了，而且跟着
老师哈、哦，老师真的很无私的，而且我在所有看那么多书里面哦，他讲的非常详细，非常的详细哦，每个步骤要做什么，他就把你讲的非常详细，只要你肯花点心思哦，把这些书通通弄一遍哦，哇，你爱死了，真的是爱死了，所以你就觉得你以后的人生哦，你这一生会非常的圆满，真的，这是我非常笃定的。所以为什么说我每一堂课除非说任何最大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我绝对不缺席，我一定要好好来这里跟大家共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好，非常感恩弟兄姐哦。所以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他说他来多久？2个月哦，他好像来很久，对不对？所以超马哦，没有先后啊、哦，没有说我先来我后到，就是相应为大。然后呢，你自己愿意每天呢花多少时间来就是了解超马。然后呢，碧秋姐认真看书哦，她发现哦，老师所有要告诉我们的，通通都在书里面。那你说，碧秋姐，我看不下书怎么办？我可以理解的哦，我当时也是看不下书，所以我们有一颗什么带散基因。好，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去。那里面呢有700多个音档，包括老师所有的要传达给我们的重点，好，以及所有的音乐，好，以及所有的《弟子规》都在里面。好，你就是每天听这些，它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可以重新设定我们的灵魂记忆体。好，真的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好，接下来我要请波姐来为我们分享，来，掌声。刚刚我们听碧秋姐说，她的孩子现在在高雄，对不对？因为我们。超马是不分区立委哈，你的朋友在高雄，他就到高雄去了。那你的朋友呢，在台中呢，就是介绍到好台中的精英会啊，我们全省啊有200个精英会。那郭姐呢，我非常佩服她，她都是从台北来哦。那她的女儿现在加入我们超马团队，我们想热烈掌声来欢迎郭姐。感恩敬爱的大师的导师，感恩主持人。感恩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午安。感谢各位哈，我进超马也是有1年3个月。那这段时间，就是来学习，因为以前也是在宗教团体，也是有30年。在当中当然是我们也是感恩这个来学路，也学习很多。那总是觉得好像就是有这么一点落差。好像有一些不是我们想要想我想追求的，就像今天有很多家人分享，我们在道场里面呢、就是很规矩，就是很庄严，可是出来的时候就是有又另外一种生活形态，这个好像那这样往往因为一个生活形态的规则也会跟我们的朋友家人互动不是那么的好，那结果行思下来，那宗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所谓经藏，深入经藏，智慧无海，可能我们智慧不够，里面讲解的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也没有办法应用到生活上。那当然很有因缘，我们也感恩，我们就是都是经过朋友给我们推荐啊，来到超马，那就觉得说，先进来学习。因为当初我的好朋友洪文他介绍的课正能量，我想正能量是很好，那他也进来了2-3个月，然后他再跟我分享。那进来以后我觉得导师很简单，如法实修，然后就是弟子规。那弟子规当初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注意这一块，只是会背，真的是说做到生活上没有那么的好像彻底。那进来以后，尤其是导师推荐的是蔡老师这个部分的哈，他讲解的非常好，非常生活化，而且这位老师给我们的形象还有非常的让人尊敬，这是对的。那觉得这个体系给我们的都是很正面，至少说实在，别的不晓得，我们来《弟子规》能够很彻底的学习，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那再来就是导师教了我们很多这个方法，就是书上都有记载。那就是如法实修，实修实练实证，这个实证很重要，我们要去做，因为我的实证跟各位的实证是不一样的。
主要可能就是说我的女儿她是其实好，因为我是单亲的家庭，我40岁的生她，我今年25岁，其实还有忧郁症，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特别感动，我分享过好几次，因为她一直在变好。那因为她这个在她过程当中，因为来到节目会有跟她参加分享，我就会听到很多像我们主持人在台北一些孩子，他们有忧郁症，甚至说有跳楼生活的。那在我没有这个境界的人上，就有这么严重吗？有什么事情让你不想活？真的，你不是当事人，你完全不知道那种忧郁症的痛苦，你不知道它的点在哪里。所以我来精英会，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珍惜？你可以听到你没有听到，而且都是大家亲身的经历。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收获，所以说共生，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那然后我就把这个书都有很多都带回家去，然后淡淡心放。一开始放的时候，他并不是很愿意接受，可能就是他的负能量吧。就是说，你突然把这个给我，哦，他有点不接受，他让我放下。后来我没有放弃，我就很小心小心，在家里就是，他也就是在家里放。然后慢慢的，然后我就老师出了像忧郁说到这本书，我就带回家放在他的桌底下，他也不知道。后来差不多了，我就给他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他就是好像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过去去翻那个书，他说。后来说妈妈，我发现这本书好像都在说我哎。后来我一听好像，但后来我说，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产品都用过很多方法，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严重，我真的很没感恩你嘛。他说他想死，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那我想死会严重，真的太莫名其妙，太幸福啊，然后孩子都听他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回去就想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就说，哎，再我说你跟我去。精英会吧，那后来我带他也跑过桃园，然后参加分享会，他原先是不愿意，后来他看看书以后，他说，我说其实我们也试过很多方法，那如果你在超马找不到方法的话，我们没有方法，我说你其实你可以做善事，你因为你的过程，你在这里学习到，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如果你能走出来的话，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你是我的全部。后来他跟我说，妈妈好几次我没有办法控制。他说我真的我不想活了，我干嘛要活，没有意义。我说你想什么话？后来他说我想你那么老才生我，我如果想不开的话，你走了没有人送终哎。他就是他的正直跟负面一直在冲突，他知道这个是不对又想反叛。那我就想就是他晚上睡觉我甚至看他眼睛都没有完全的闭起来，因为他没有办法睡觉睡着。那我一直看到他见到他一段时间他整个闭起来，而且他莫名其妙的甲状腺会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就是情绪嘛，荷尔蒙的力一直不正常。那你到这个什么，因为治疗师那里一定就给你这个镇定剂，这个真是错误的。那后来一段时间，我就带他6月15号、16号就参加老师的这个心理课程。那尤其第二天的时候，真的很重要。他就在就是老师做心法，他闭着眼睛，我说你想睡就睡。不用关心，他睡到，他虽然说，后来回家跟我说，他就是他以前跟我讲一个小女孩，就是穿粉红色衣服，在他小的时候也是跟他讲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很安静，我就去上班，在家里自己他自己住完他自己什么，他就说其实我每次都是跟他讲话，你们不知道会。那后来他就说妈妈，他背着包包走了，16号那天，啊，我想。我真的也感恩这个孩子，我不知道是，也许他那段时间陪伴很久，但是毕竟他们两个不容易的见，就是不相容的一个，他就离开了。那孩子这样说，那我也很感恩，也许是机缘到了，我们天地把他护着他去光明的地方。那慢慢的，后来他就去上班，他毕业将近2年没办法上班，不是我们，因为他这个问题没办法上班，也许我时间讲的长了一点。那现在后来去上班，现在已经本来想一个礼拜或者两个，我就在观察，就是一个心情起伏，看他面对社会这个状况。后来他
妈妈十号就上班十个月，而且很愉快，而且很愿意参加我们这个超马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愿意去做，我们自己去实证，应该都是很有很好的结果。谢谢各位。哇，这个社会有很多，好像这样子灵魂在呐喊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呢，天地爷赐给我们这个这么棒的场地？各位知道吗？这个场地它政府花了4000万，包括那个楼下停车场有没有？总共花了4亿，然后我们居然租到了。然后那里长跟我说，接下来他们就不租了。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天地给我们祝福，天地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再建立更多的善良的种子，能够在到超马来学习。好，所以下一回呢，我们来自己来，再带朋友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好，把这个社会呢，让它充满了正能量。好，因为老师的心愿呢，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呢更祥和。所以说，我们在全省有200个这样子的基金会。好，那像郭姐跟孩子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真的都是因为《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呢，得到了帮助。好，那当然呢，我们呢。在这个系统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就是第一线，我们在这个精英会，好，因为老师人在美国，那所以说呢，老师呢非常的慈悲，就是让我们呢，像我们礼拜天的分享会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动满满？真的，没有去的一定要跟上。然后呢，接着下来呢，8月18号有一场企业家的分享会，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会跟我讲说，美兔姐，我又不是企业家。其实大家都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经营一个家，我们也是一个企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把家庭经营好啊。那只要有开店，那有员工，好，包括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好，那我们这次呢，桃园有一位宜山，好，他一样要去分享。好，那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往企业界来发展，让更多的人呢来加入我们这个超马的行列。好，然后让所有的企业呢，能够让它欣欣向荣。因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哦，所以非常重要。8月18号，我们在网络上大家可以一起来接龙。那老师呢，在12月21、22在林口体育馆，即将呢，老师呢预约，我们跟老师预约哦，请他特别来哈，再带着我们呢，像刚刚那个郭姐说的哈，就是我们刚刚同学分享的哈一些讲座哈，还有音乐的这个发表会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希望这些所有的音乐都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然后疗愈更多人的身心灵，然后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的祥和。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在超马就是正负能量的平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样子，这个世界就不再无奈了。好，那这个宇宙天地的定律呢？我们不知道的不代表没有哦。好，所以来超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正负能量如何的来平衡。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最快哈，所以我们觉得能量满满，哇，非常的棒哈。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恩所有的分享，然后家人能够我们说最真诚的分享。那也感恩所有的超马家人您的参与。那每个礼拜二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呢所有的志工们的努力，我们就希望把这个。